赢就是赢，赢就是赢，到北风北赢，赢的就是赢。但我刚刚有讲到一点，就是说，像比赛哈，是四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，嗯，在这种状况底下进行的比赛，我认为比一般时候在打牌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口袋深度不同，哎、欸，对，是有差别的。是口袋深度不同，会给我们造就是会让我影响我们打牌的一些风格。是，当我们打得紧张，就可能会变得比较谨慎。没错，所以我觉得劝大家可以多参加比赛，啊，也比较不会被就是因为就是一般的牌局啊，这种口袋的问题，让自己失去对麻将的热爱。因为你打久了，如果就是啊一直打不好，一直输，嗯，那你有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活比较不快乐。那来这边比赛，大家互相切磋技艺，然后互相就是成长学习。嗯，我觉得这是比较享受比赛，对对对 对，麻将享受麻将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赌博。嗯，我说乔治哥一直很想推广麻将成为一个竞赛，而不是赌博的一个传统上面我们赌博的一个游戏，而是比较偏竞赛的一个做法。是因为我认为。赌博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嗯，啊，那但是它一直都是存在在，一直存在，这个人类社会里头嘛，有各种形式的赌，那我不能够说，它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们人生活当中啊，嗯，挫败感，是你自己找的，还是你可不可以选择不要有？嗯，那当然，为什么我说少一个赌徒就多一个家庭幸福？就是说，与其你把输掉的钱，你不要去，你就可以带全家人出去旅游一趟啊，然后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啊，这是相对更好的事情嘛。靖伟刚才进了70000之后，70000的中洞打掉一砍的六所，把六所定将当眼，那现在摸到60000，是不是？针对60000做防守，对，很精准的防守，因为上家的均平他就是要36000。嗯，这60000下的这个60000锁得很精准，很好啊，非常好，对，很好。然后而且还是保留还有保留进攻的，对对对，这个90000出去，他均平一样在听牌。所以像这个均平的摸牌，其实就很明显就是要万子。对。他现在转车成功嘛？现在下家应该也蛮傻眼的，你打了3张60000。对。那科科是明显的是下车了。对啊，他3张6条都不对，他3张6条他都不要。看看靖伟这一把25饼可不可以顺利？就是，对，这个操作不错。是。对，打掉3张6所。转车成功了哈。对，转车成功了。那这个三筒大概也是在考虑，应该也是偏防守，跟进攻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其实也蛮准的，因为顶泰一进厅的确是需要三筒。嗯，但是还是落后啊，顶泰对顶泰还没有人听牌，所以对这36条会不会又是个万？36000，哦，4饼。我懂哦，刘磊，恭喜靖伟！靖伟这个防守转的蛮漂亮的。啊，你看他刚刚这样敲起来的手势，就是他这个转车带来的自摸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啊，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，他是怎么样发现上家要60000，然后呢留下60000去拆6条，然后转车25饼，这个很好，对，非常漂亮啊，顺利开胡开摸，哦，恭喜靖伟。OK， 好，那这个自摸之后，我们的第一节是不是就休息了？对，我们第一节先结束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玩家上下换位，那我们待会儿见。谢谢大家在假日来观赏这个比赛哈，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。
到七万啊。